我说不准挂就不准挂！对，别跑！别跑！别跑！大哥，大哥，快点啊！大哥，快点啊！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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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
明珠，多亏碰到你，要不然我们可别这么打脸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你们会跟他们打起来呢？哎呀，他们出言不逊，侮辱老爷，我们看不过去，跟他们打起来了。哎呀，明珠，这……哎呀，今天怎么都为武术界的前辈光临寒舍？ 时间匆忙，招呼不周，请各位不要见怪。不知道有什么指教呢？是指女，今天来的都是武术界的精英之士，当然要谈的是跟武术界有关的事情。对呀，当然要谈了。请容百川容师傅出来见面吧。我们有些事情要请他交代一下。听二位的口音，好像不是本地的前辈。洪师傅，可不可以介绍一下？好啊。 这一位是名震四川的冷面判官胡来胡师傅，这一位是名震黑龙江的罗汉门刁拿刁师傅，这一位是潮州的明教头贾道德师傅和他的公子贾静。咦？ 各位前辈乃是来自大江南北，千里迢迢来到上海，今日居然可以一起光临寒舍，我真是有点受宠若惊了。洪师傅，你也算是乡试满天下啊！闲话说完了，叫容百川容师傅出来见面。对对对，叫容百川出来。家父刚好有事外出公干，各位前辈如果有什么指教，尽管说。 我也尽快的转达给家父知道。小姑娘，你真会撒谎！我看容百川是受了伤，躲起来养伤才是真的。他是败在日本人的手里，受了重伤，对不对？容百川被士兵卫打伤的事，轰动了整个武术界。他是泰山北斗，代表了中国的武术。哎，被日本人打伤，这是莫大的耻辱啊！你们说对不对？ 对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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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各位前辈，各位前辈，我想这个江湖传言并不是真的。没错，家父的确有跟士兵卫比武，不过这只是他们私下的切磋，并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夸张啊。荣明珠，话可不是这么说啊！你爸爸既然自命为泰山北斗，他的事儿当然跟整个武术界有关了，对不对？ 常言道，蛇无头不行。现在的局面，成了群龙无首，一盘散沙了啊！对对对，没错没错，对对对，被日本人如果趁机来挑战，那我们武术界不就不打自乱了吗？哎，没错没错，对啊，这个问题可是非常严重的，你们说是不是？ 哎，对对对，叫容百川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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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！其实老朽觉得这件事已经迫在眉睫了，今天趁着四方豪杰云集一堂，我胡来提个建议，重新在武林中选一个人代替容百川，对抗日本人，不知大家意下如何？大小姐。 各位，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，家父跟石兵卫只不过是切磋武功，根本没有涉及到中日武术界的任何恩怨。家父一向以德服人，他跟大家都是无冤无仇，甚至有的还情同手足呢。洪师傅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？
今天大家借题发挥，枉过他对武术界的贡献而要他下台，你们这么做会不会过分了一点啊？哎，荣大小姐，你不止人长得漂亮，说起话来也是伶牙俐齿啊。不过呢，你不要忘了啊，你爸爸今天的地位是我们大家捧出来的，我们既然有办法捧他出来，也有办法把他给拉下去，你们说对不对啊？没错，家父当初是你们给选出来的，但是他也是凭着真才实料来当选。他现在虽然不在这里，但是有什么事情我荣明珠可以全权处理，不管有什么后果，我荣明珠也可以全部承担。不要以为我们荣家没人了。哎，好，明珠说得好。对呀，哼，黄毛丫头，好大的口气！我就欺负你荣家没人，又怎么样？哎，你说什么你？说话当心点啊！哎，这么说你是冲着我们荣家来的？现在终于进入正题了，大家兜了一个大圈子，其实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要拆我们荣家的招牌。好，既然无可避免，你们想怎么样就请直说。好，既然我们大家都是武术界的人，有什么事情当然是用武力来解决。今天老夫倒想领教一下荣大小姐的奔雷掌。贾师傅，你是跟家父齐名的一代宗师，我怎么敢跟您过招呢？不如就请大哥指点我一下吧。阿进，你就陪荣小姐过几招吧。各位，请各位把桌椅挪一挪。哎，好好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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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这全是存心难闹似的，百川又不在家，明珠一个人怎么应付得了啊？哎呀，那招听天由命了。哎呀，大不了啊，跟他们拼了。对，跟他们拼了。请，请。我这个黄毛丫头的奔雷掌啊！荣大小姐，谁说你像黄毛丫头啊？啊！我看你像天上掉下来的仙女，是不是？像我东北虎，这是贱骨头。要是让大小姐的粉拳捶上几下，我三生有幸啊！啊！东北之虎，你倒会捡现成的。荣小姐已经连战几场了，你还向她挑战？
这样对付一个女流之辈太丢人了吧。哎，我没有占他的便宜啊，我们是要比硬功夫，我先让他打我胸口三拳，然后我再打他胸口三拳，这就不公平了吗？胡扯，你个下三滥的东西，不要脸。嘿，我卑鄙，我无耻，那又怎么样了啊？东北之虎，你真不要脸，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向你讨教几招。荣小姐，我们都很敬佩你，今天打搅了，后会有期，走。哼，伪君子。怎么样，如果不喜欢打胸口的话，我这浑身上下你就选个位置吧。啊，下流的东西，你有种跟我打。让我来。这小子居然在戒指里暗藏毒针，你们看看，这叫什么公平比武啊？大家说，这公平吗？这卑鄙啊！什么卑鄙啊？你这小子太不像话了嘛！你还不走？你还不走？滚啊你！你滚啊你！滚！滚出去！大小姐，你看，毒针，这王八蛋，真卑鄙，小人。石矶，谢谢你啊。崂山双怪领教荣大小姐的高招。不要脸，想趁人之危啊？哼，混账东西，想两个打一个。我们崂山双怪对一人也是两人，对亲人也是两人，有种就出来，来吧。哎，明珠啊，你不能再打了，要打我出去打。不用，只要我还有半口气在，我就不会让他们在我们荣家里乱来。哎，明珠，崂山双怪，来吧。好干喽，走。老爷，荣小姐他们有急事找您。衡山伯父。哦，陈局长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来，请坐，请，请。不知道你们来找我有什么事情？啊，衡山伯父，你看看这个表，你认不认得？我记得这个表是顺子的，没错。你从哪得到的？刚才有人在街上把这只表给我，说只要我把这只表交给明珠小姐，我就可以拿到赏金。这位补鞋师傅在我们荣家附近补了十几年的鞋了，他这个人为人非常老实。把表给你那个人呢？我已经问过他了，他说是一个外地来的生面孔，从来都没有看过。你陪我去找他好不好？行，行。哎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忍者，他们忍者下毒了。又是忍者？你不要过去，谁碰到他一样会中毒。明珠，归主，我找到怪医三博士。
各位仇家，别来无恙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你们来神仙府嘛，应该先找我呀。大慈大悲的南无观世音菩萨，保佑明珠逢凶化吉，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关吧。哎，这个时候你才来烧香啊，临时抱佛脚啊？那。 像不像一只冷冻机正在解冻啊？好像在慢慢恢复哎。好现象。是不是成功了？哎，不要高兴得太早。现在他身体里的两种毒素啊正在打架，到底鹿死谁手，现在还不知道呢。那什么时候才能知道？你不要问我，你问他吧。 志高，你看他的眼睛好像在动呢。明珠，明珠，毒棒，想闯仙乐都要先放过我才行。明珠，我不是毒棒，我是石矶啊。哎，明珠，石矶，这里很危险，你不要出来。来来来。 师傅，他是不是疯了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我看是有点疯了，他把石矶当成了毒棒，又把我呢当成了石矶，搭错线了。我们要不要帮忙啊？啊？会不会打死人啊？不会，我估计他不会维持长时间的。明珠，明珠。 志高啊，你给他打的是什么针呢？他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别问我呀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我今天简直就是大开眼界啊！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在做梦啊？哎，大家推过点，推过点啊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推过点，没。老婆，老婆，肥婆。 阿涵，他弟弟，你呀，你在这干嘛？我是来请你去喝茶。明珠，你也在这边干什么？啊，慧海庄有点事儿，我跟你说说。 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！哦，你们两个下人在这边干什么呀？我们是替老爷打扫房间的。你们是新来的，我怎么没见过你们啊？是啊，你们姐弟俩跟我出去。是。
志高啊，啊，这个到底是不是明珠啊？无可奉告啊，走吧。啊，搞错，谁这么大胆敢把我荣家大厅改成这鬼样子？阿海，啊，你说，这老妈的主意，老妈，你妈的主意？这，为什么没问过我呢？我身为一家之主，这么大的事情居然不跟我商量，简直没有把我放在眼里。老爸，你要是不愿意，我们可以恢复成以前的样子。你快点把它变成以前的样子。我是泰山北斗，你以为我现在开书店呢？弄得这间屋子阴阳怪气。老爸，别生气，生气伤身呢。你妈呢？是不是在偏厅打麻将啊？老妈她出去了。干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。对，不行，岂有此理，我要出去骂骂她才行。我最讨厌人家自作主张了。嘿，让开！肥婆，阿仁，阿西，小夫人，哎呀，一个两个的跑到哪儿去了？连花园也变了，好好一个后院弄得怪里怪气，不伦不类，岂有此理呀！他们几个不盯紧点，不骂几句都不行啊！哼！哎，我说志高啊，这美人怎么也长胡子？美人怎么长胡子？这男人才长胡子嘛！啊，那你意思是说，明珠已经变成男人了？你知不知道荷尔蒙啊？不知道。这个荷尔蒙呢，它分两种，有雄性荷尔蒙，雌性荷尔蒙。我看呢，明珠体内的雌性荷尔蒙呢，已经转化成雄性的了，所以它会长胡子，明白吗？不明白。这不明白就算了，我也不明白。你还有不明白的事？那你说啊，你是男人吗？我也是男人呢，为什么他谁都不学，偏偏学他老爸呢？这一点我明白。为什么？明珠啊，非常崇拜他老爸，一切的一切都以他老爸为榜样。从小他就跟着他老爸学功夫，学做生意。虽然他是个女孩子，可是他的个性完完全全就是一个男孩子，很像他老爸呀。哎呦，你真不愧是明珠的知己呀！啊。阿海，明珠，你们站在那边干什么？还不快过来帮忙我找你妈他们啊！他们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快点呐！来了！哎呀，明珠，你爸我呢，日理万机，有时候忙进忙出，你要帮我的忙，看好这个家。老虎也会打瞌睡的吗？爸爸全靠你了，乖女儿。丹田凝聚一口气，能驱邪魔千万里，荣家牌打正五灵，呼气吞吐应景计。你们姐弟俩不用再躲了，快点出来。明珠，我知道你成天都想偷学牌打气功，可是荣家的家规是传男不传女，传里不传外。哎呀，爸爸不可以教你呀。哎，有时候想想，我觉得真是生错你了。如果你是个男孩子，那该有多好，我可以教你牌打气功，你也可以继承会海庄。哎，可惜呀，你不是个男孩，是个女孩啊。哎，老爸呀，这个时代已经变了吧，你有点落伍了。这个时代呢，是男女平等的时代。错，是谁说的？俗话说得好，女生外向，
明珠始终都是要嫁人的，嫁人嫁人，嫁了就是人家的啦。哎，嫁人呢，最好是嫁给石矶，石矶这个人呢，还是不错的。石矶这个人呢，不错，不过明珠不喜欢他。明珠，爸爸，你别管我怎么想，你觉得石矶这个人怎么样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石矶这个人是人如其名，像块石头一样，踢一下就动一下。坐火箭的话是不错，那就这怎么就可惜了我女儿，可怜她。